我哋有十七米高喎，而且最快嘅人咧九秒就落到嚟啦，好興奮啊！而家捉實啦，先手攞嚟收，盡量唔好伸出張肩外面啦，個頭唔好過張肩啦，有就到嘅，擺住埋身嘅。就兩落去嗰時少緊，而家心情弱，而家有啲緊張啊，因為都有啲高，聽過十七米，而且唔知個快唔快咧，咁就試一次先同大家講到嗰個感覺。 点啊？觉得点啊？哦 ，OK， 上去等嘅时候有啲紧张咧，因为真系有啲高啦。但系真系线到落嚟嗰下咧，感觉系超刺激，系好爽快啦，即系好顺利咁样落落嚟。而且咧，你过完嗰个连碌屋嗰个之后咧，会有一个大概系直路咁样嘅路啦，咁都觉得几刺激，几有嚟心力嘅。我自己咧就再想玩多一次嘅。